小猫、猴子、飞机。还是啄木鸟好看。怎么了？转过身来呀！我不，我不，我偏要。我不让你看，我不喜欢你。过来，过来，别把我的门弄坏了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图书馆去。我们要回图书馆去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都回去。我们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，知道吗？我们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。对，我们是让大家看的。快开门！我也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我偏要回去。开开门！啊！小猫一定躲在里面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真好看，里面还那么多书。
连环画里的杂技，我看过的。躲到哪儿去了？把我带回家去吧。你怎么了？不要我这个老狮子了？手很不好，老是要撕书，很不好，很不好。是啊，这毛病改改就好了。去吧，你们回图书馆去吧。